酸辣生姜，这多了，火了，好吃。这个酸辣生姜都是采用的嫩子姜，微酸中辣，这样的一瓶虾肉面条米饭都不错，它不含糖啊。还是面条吃起来过瘾，活珠子，好烫。鲜香味美。这个大家是可以直接吃的，也可以像我这样把它扒开，少放点油煎一煎，慢十减三，好吃。姐妹们喜不喜欢吃这个？
这个好吃，拜拜。爽脆黄瓜皮下粥。红薯粥。这个黄瓜皮不是甜的哈，它是香辣口味，微辣。拜拜。